居零V10周年生日趴的专案，那就是 Peter 可以到前面。对，然后第三组的坑主 Tiff 和 Pay 导导阿雪可以先到前面做准备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提案每都会有3分钟的计时，然后你会有在倒数一分钟的时候听到提示的声响，然后我们也会有指示牌，就是提醒你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然后，我们今天要报告就是我们的那个10周年纪念 party 的活动。然后就是想跟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在G0V大家协作这么久，就是有没有来想过来协作派对呢？好像大家都没有想过要协作一个就是派对的活动，因为我们忙着解决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我们没有想过让自己快乐。但我们10周年了，可以让自己快乐一下吧，所以就是10周年一度的派对。那我们目前的进度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扫描这个 QR code， 上面会有我们目前第一次筹备会讨论的共笔的那个内容。那我们目前的活动内容大致分成，就是这个派对大致分成3个部分。我们会有一个主舞台，然后这个主舞台上面呢会有一个黑客松的那个，我们会有切蛋糕，就很像是那个日剧里面，就是大家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主舞台上切大蛋糕的那个活动，但我们应该不会是结婚啦，是大家一起切这样。然后也会有闪电奖，就是非常G0V的活动，然后也会有表演的活动。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 open space， open space 就是让大家讨论协作。然后因为我们的就是时间会定在大松之后的一天，所以它也会有一种 uncomfort 的性质，就是如果你大松的时候有些东西没有讨论好，或者是有些东西还没有协作完的话，都可以在 open space 来做一个讨论跟协作的一个过程。然后也会登记，让大家开放有一个登记时段，可以就是登记这个 open space 的时间。然后最后比较重要的是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G0V的特展，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把10年来的成果用时间轴的方式表达出来，然后也会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贡献一些自己的想法，还有一些展品的部分。那我们的场地跟其他资讯是我们会预计会办在应该是10月大众后面的一天，然后我们财务是用 Sami 的资金来做，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细节的话，就是共笔里面都有。然后我们会跟那个仁爱路上的新创进行空间合作，然后就是有社创的元素。然后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命名，因为师出要有名，东西要有名字才会进行，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大家投票表决命名。那大家目前的候选名称有这些：另宇宙时空胶囊 Dreams On， 10岁 Gleaners， 令人惊奇的临时政府，另宇宙大爆炸，另一的奇异点，临时派对。欢迎大家踊跃上命名共笔投票，截止时间是4点。那投票的话，上面有那个标示名字的那个格式，就是大家直接上命名共笔就可以看得到了。扫这个 QR code 也可以看进入那个命名共笔里面。欢迎大家踊跃投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大松想要征人，就是我们想要就是征说大家对于这个派对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的，或者是对于派对有任何想法或举办过活动的，想要贡献自己的心力的都非常欢迎。欢迎大家贡献我们的想法跟贡献自己的想法跟行动来，让这个派对变得更好。那举办派对从命名开始，欢迎大家帮忙命名，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派对工作人员，谢谢大家。